婚用你搬得动不？每天都要帮爸爸做这些事啊？嗯。喜欢做啊？想不想读书啊？嗯。他每天都要跟着你一起到工地上做活是吧？是，就每天很小的时候就跟着你到工地上了。嗯、你们老家是哪里的？我们老家是德阳的。那像你们在工地上做这个一个月能收入多少？挣到2500。那家庭环境是不是还是很困难？嗯。I turn my color to the cold.